续，你再继续。有没有吃包子啊？外宿招啊！你为什么要外宿？外宿之前，请问一下，你的三围是？34C， 然后24、33。哇，蛮典雅的，是不是？哎，高跟鞋 OK， 嗯，高跟鞋白色，纯洁。再上来你们就完。纯洁，那是哎，哇，这个是臭，这睡衣啊？什么？哇塞，睡衣，睡衣哎，啊？睡衣。哇塞！太素了吧？不是，你们睡哪里啊？你们穿成这样哦？这个睡衣，它如果外宿，这是睡衣吗？对，是睡衣。哦，你就穿睡衣出门啊？没有到出门啊，但是在家。当天要外宿的时候穿的睡衣啊，就晚上跟同学睡觉的时候穿这样子。来，我们欢迎他好不好？啊，一二三，嗨，来自我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维珍。哇，这年纪很轻哎。维哲，维珍，维珍，维珍，真假的珍。维哲啊，维珍，嗨，你好。嗨，你好。你好。为什么你要外宿？没为什么你要住外面？回家生什么气啊？我担心嘛。好问好问，请问一下，这一套是你的睡衣？对，就是我其中一套。这一套算是比较保守的吗？嗯，算是。那请去换不保守。喂，这套的表现是。就是我比较喜欢可爱一点点的，所以不太会有什么太多的透视感，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不会是最后一个出来的啊。因为外宿，我们对于外宿这两个字，我们是充满了幻想。不会啦，怎么会？这样真的还好哎。不会不会，我们觉得很有实力。跨越。哦，对呀。你现在有男朋友吗？嗯，有。那男朋友的话就不会穿这一套。男朋友的话，他其实对这种 V 领其实太很无感。啊，那他要怎么样？因为我男朋友就是对奶没有什么太大兴趣。太直白了吧？他说胸围不是印证。他说，我觉得女生奶不是大重点，不是大那个大小不是重点。是什么？他觉得女生最性感的是臀部，就是屁股，但是我又没有屁股，我没有屁股，我们看一下，口是心非嘞，就小小的，就是没有，可以，就是正常的。你不能跟南美人比啊，南美洲的那个。他喜欢翘单，就觉得反正我穿 V，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你男朋友差你几岁？我们同年纪。你在家里面穿这样得了？这没有啦，这没有啦，这是工作的一个其中的造型啊，是白色是裤水。你外宿就穿这样？不会啦，这个太多了。保守啊，外宿穿这样？哪有？哇，这都是不同人哦。对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就是拍。这女人很可怕，你看。换个法。其实我们只你这样看她，卡哇伊呢，跟这个你不觉得是同一个人？不太一样。因为我现在的工作是那个全职的外拍 model。外拍。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尝试比较多不一样的风格。哎，张一栋记起来了没有？什么？对啊，照到。可是你不觉得就是有造型的这一种看起来比较不会有色情的感觉，因为它是有氛围。这我们可以，那不一定哦。这我们可以，这我们可以。对啊，所以我拍照会比较倾向于比较阳光，比较甜美，比较不会去拍一些很阳光、很性感。这个没有啦，这个是阳光。我觉得这个是黄昏了吧，阳光。在摄影棚。就中午。光不一样，光线都有。对，就是我喜欢尝试不一样的东西。你转身弄一个最性感的表情，对着一号机。你说转身吗？对，预备。要搭配 pose 吗？对，当然全身全身预备，性感。继续，你再继续。哇塞，那转身可爱可以吗？好，可以。对，可爱。啊，继续，继续，对，继续，就哇，哎呦，哦，还有，还有。好，那下去换这一套。马甲，马甲吗？要求很高，因为工作免不了要穿比较性感的衣服。嗯。家里面的反应是什么？哦，我妈就会说，你为什么一定都要穿那种别人一看到你就会觉得焦点都会在胸部的衣服，他觉得我这样在造孽，造孽，对对，好严重哦。他就说，对啊，说为什么你一定要那个让人家有邪恶视角来看你？嗯，对啊，说不能穿保守一点嘛。可是保守一点，你做外拍怎么？其实也还好，因为我拍室外的话就是一般的时装，刚那些都是在室内才拍。在大学的时候，这个你应该是大家瞩目的焦点。
进去的时候会是，就是因为就是现在因为那个脸书很发达嘛，所以会有那个什么可能106级什么昆山新生社团，他新生训练的时候穿这样，没有，然后开学第一天穿这样，然后新生社团里面就会开始有班上的召集人会说，哎，有没有什么什么班级1A的同学这样，然后大家加进社团，那学长姐就会有个习惯说，哎，我们来物色一下今年进来的学生，对，新生是谁？对啊，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有拍。又是有在网上拍影片，然后又有一些外拍的作品在网络上，所以就流量，网络上流量而言，我比一般的人再多一点点，然后就会客气就被学长物色到了，对，没有物色，就是可能学姐讲话比较重，她说这学妹怎么刚进来就是这么高调，她到底凭什么拽什么？对啊，就莫名其妙，就是还没入学之前就被贴标签，对不对？那学长应该对你很好。学长倒是还好，学妹要不要吃包子啊？没有，因为我们科系性质的关系都是女生比较多，所以稍微那种闲话会比较多一点点。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我喜欢幽默风趣的。幽默风趣。对。好，幽默风趣。那我问你，张立东跟杨振达哪一个比较幽默风趣？我是比较喜欢。哎呦，哇，压倒性的获胜，3-1，不是他重点放在幽默风趣，是，但你选他，没有，因为我就觉得，因为他真的长得很像我的大学同学，就觉得哇，他怎么有？不是，没有，我已经有其他男朋友了，其他男朋友，不是其他男朋友，是我男朋友了。你觉得他幽默风趣？来冠，玩笑，没有了，什么？我只是有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跑得快不快？我跑快不快？我不太会跑步，我就是半那个大队接力半圈操场可以摔两次的人。不快。那我应该追得到你。真的是。不行。真的是什么？你很保守。我们只是在表演。哎呀，不行啊，男朋友。你脸都红了。我很紧张。你很紧张。对啊，因为我就是在房间才会穿这样，我不会把它穿出来。没有，我们今天是我们家里啊。对，我们在接自己家，我们房间超大的。把那个框框这里这里。我们说的又在哪边？单条。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人家不好意思。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外面穿过这么少。是。那以长相来讲，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比较符合帅男的境界？帅男都很有个性耶，真的。是我们很坏。我们其实都蛮。严格上都算数，不是因为我对于，你不用因为我看男生都是看个性，不太会挑长相。对，那我们真的今天要比外表，这样比外表谁比较丑？谁比啊？好伤人哦，怎么办？张哥，你那个什么脸？我先假装没事，没事啊。好，谁不是你的菜？这样就他不是，因为他比较就是感觉比较。滑稽，说出来没关系。就是我比较就是还比较憨厚，比较有憨厚老实的感觉。他真的是憨厚，是有憨厚。女生都喜欢憨厚的。对啊。那屈哥，而且他穿搭也很，屈哥笨成这样，也很保守。你看屈哥是，我是大叔啦，不一样啊，我们是中年人啊。有都有，大家很有个性，我就喜欢保守一点点，就是穿长裤的男生。啊。对，我觉得男生穿长裤的比例会比较好。就穿短裤干什么？你先骂猛哥，猛哥是帅，不一样。哎，我被插，我被插。好，谢谢你今天为我们穿那个性感睡衣。下次来可不可以就换那个可以啊？马甲吗？开玩笑。美艳。来，请坐。谢谢。